大家好，水管离墙太近了，然后水龙头呢拧不上了。我们看这个水龙头，它整个被墙挡住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安装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拧上呢？大家不要着急，今天呢我来分享一个方法，我们不用造墙也不用改管，就可以轻松的把水龙头拧上。我们往下看，首先呢把这个水龙头扳把这里这个螺丝给拆掉，然后呢把扳把拿掉，大家看，拿掉以后呢，用钳子或者用扳子都可以，把这个阀芯拆下来。看，阀芯拆下来以后，然后再安装这个水龙头，这样我们看，就可以转了吧？看，这样就挨不着墙了吧？所以，我们把它拧上。但是一定要把生料袋缠好了，否则的话它会漏水的。看，拧上以后阀芯装上，再装上这个扳把螺丝，怎么样，朋友们？安装上了吧？所以这个方法呢，非常的简单。只要我们碰到这种棘手的活，不好干的，非常难干的，这种奇葩的活，我们都可以有办法把它给解决了。好了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